大家好，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知道，昨天呢我已经把地基混凝土底梁已经浇筑完成了，后面的工作呢我们是渣土回槽以及上下水管线的安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里是中国人家，你现在看到的是我发布的自己动手打造农家小院的系列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关注我之后呢，你每天将收到我最新的工作地动态。今天我们的工作呢比较好玩，就是往这个基础底梁混凝土上边浇水，这样呢可以使得更结实。浇水的工作呢到此结束，虽然说比较轻松，但是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我们明天继续，拜拜。